Hello， 全民制作人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罗振。大家通过泡泡写的信，我已经看到了，收到了，然后现在读给大家看。哎，哇，这是倒了半瓶香水进去吧？这个叫张新宇，张新宇同学，你好。亲爱的罗先生，偶像练习生中你可是最帅的。哎，这个得悄悄说，悄悄说。比赛要加油，加一点油就可以了，加一点油肯定不可以，要加很多油了，好吧？不然你会特别累，累就对了，舒服是留给死人的。我希望能心里面有一张画，那是我画的，我没有学过美术，所以画的有点不像或者不好看。哎，有心我看一下。还可以了，其实就是你这个画的是张达元吧，这个一点都不像我，这个像张达元。画张达元。嗯，可以，我很喜欢，我会转交给张大爷。没有，开玩笑的。好，读下一封。啊，这个信封有点很朴素啊，很朴素。赵索马同学，你好。对，时间不够，我要抓紧时间。哇，写这么多的。我是来自深圳的栗子科，是名高三狗。为什么把自己比成狗？话说我老妈也是贵州的，哇，算半个老乡哎。他给我提了几个问题，为什么会喜欢你？还有如何提升自信？关于舞台方面个人魅力。再教我怎么撩粉，可以的。那这个我就私底下自己看了。然后，谢谢赵索马同学。哇，这个信封有点很洋气，很独特。哇，这姑娘你是贴的有多紧啊？于入斌同学，你好。哇，这什么东西？哎，还有一个小。哇，这个姑娘也是倒了半瓶香水进去，好香啊。心里面说，我想让全世界都知道你是一个这么优秀的人，多笑笑吧，你的笑容是我最好的17岁生日礼物。好，生日礼物，哎，生日快乐，谢谢什么？谢谢于入斌同学。哎，这个火锅，这个名字取得很独特。他说他对我的初印象是，我拿了个 D， 然后说自己应该没有下降的空间了，没想到导师用实际行动告诉我还是有下降空间的。他说爱我的火锅，可能是我真的太爱吃火锅了，其实我也很爱吃火锅。谢谢火锅同学。哎，我记得还有一封，刚刚是在哪个地方看的？哎，这个，对，这个火锅同学的。这个颜色还蛮好看的。
提问栗子，今天有没有吃饱、睡好、穿暖？寄了一条咸鱼，也不知道你能不能收到。这只咸鱼是在学校的运动会上扔飞镖扔中的。咸鱼，他想把他的礼品咸鱼送给我。然后我妈妈以前跟我说过，她说，即便你是一条咸鱼，也要做咸鱼中最咸的那一条。所以我觉得，谢谢你的咸鱼，我很喜欢，我要做最咸的那一条咸鱼。谢谢火锅同学，谢谢。哎，这个很独特，这个颜色很独特。哇、哦，还是绿色的，绿色的我也很喜欢。要想生活过得去，生活总得多点绿。可以，我很。如果你能看到这封信，可以让我知道吗？用任何一种方式都可以，我会开心的飞起来，飞起来吧。这个叫什么？爱你的栗子壳，还没有名字吗？浙江省啊，没有名字啊，没看到名字。谢谢谢谢这位绿同学，谢谢，很喜欢你的心。这位是，哇，也没有名字。
许爱玲，许爱玲同学。哎，为什么他们每个上面都写了一个电话号码？我是一个手残党，手残党。这是我除了幼儿园简化以外第一次画画。你觉得这个像我吗？这个明明就像那个佐助啊，我也很喜欢佐助啊。画残了没有？画得很好哦，这个苗苗。哇，这个同学也是说的是我，也是被我那句应该没有下降空间了吧这句话逗得哈哈笑。最后一句你笑起来真好看。对，很好看，谢谢。哎，这个颜色很独特。风，谢谢风同学，谢我收到你的心了。咦，风同学，你这个字写的跟我的字有一拼。对，一般字写的不好看的人都长得好看，就像我。对，第一次给你写信，很高兴你可以挺进35名。对，我也很开心，拍手。对，我也很开心。咦，然后其实你真的应该在节目上多笑笑，因为你笑起来真的很好看。嘿，对，我觉得很好看，多笑笑。嘣嘣嘣，会期待我的嘣嘣嘣表演。嘣嘣嘣，谢谢谢谢风同学。罗生，哇，这个女孩子没有写名字。哇，姑娘，你也是倒了半瓶香水进去了吧？好香啊，都。哎，我还有一个手帕。哇，这个很喜欢，这个我喜欢，因为我平时以前也经常用手绢，因为我爸的传统嘛，我爸小时候也经常用那个手绢给我擦鼻涕啊什么的，然后擦完之后让我洗。哇，这个字写的，哇，好规整啊，好萌啊。